他是很诚恳。浪漫的事，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他开门，整个屋子、整个客厅都是气球，里面气球就有照片。然后那些照片呢，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一些照片。而且他很细心的，那些照片都绑在我的 iLab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去爱你，我会给你幸福，我一定会开开心心。我要跟他说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欢笑中度过，每天都可以可以说说。Yes, he's also a real sweetheart, man. Really loves his wife. Really loves his wife. 有太多的解释让你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哭吧。可能是。是太爱他，说出来吧。哦，你的爱是什么形状？哦，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，是三角的恋爱，还在原地打转。别想太多，用真心去告白。哦，你的爱是什么形状？像缺角的方块，想把它找回来，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。哇，他很多缺陷，他超多的。可是我就是喜欢他所有啦。我看见你一人在角落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好难过，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。觉得疼，疼老婆是应该的。做过很烦的东西，总有放不下的担忧，也总有来不及做完的梦，不想错过。我觉得他每天都很好笑，他每天都会有一些很新鲜然后很搞笑的事情发生。你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去遨游，我们漫无目的才感觉更自由，因为身边有这一个你，一切都没
一直也显得很容易。你牵着我的心，我带你去远行，不管天晴或雨，不猜终点哪里，沿途上所有小小惊喜是最美风景，只要我们这样在一起。总有放不下的担忧，也总有来不及做完的走了啦，走了。